靠北啦。今天小何教大家如何一天之内在台湾省走遍全中国。你们那个小破地方还可以这样呢？靠北啦，在台北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找到你家乡的路牌哦。在台北地图上，中山路为轴，中山路为辅，你会看到中国台北的东北方向有吉林路、辽宁路、长春路、延吉路、锦州街。锦州这个地方也在东北哦。东南方向宁波街、绍兴路、舟山路、济南路、临秦还是临沂路、青岛路。西北有兰州路、哈密街、迪化街、古城街、太原街、承德路、长安路。西南呢，重庆成都路、贵阳路、桂林路、广州路、柳州街哦。靠北啦，如果台北的柳州街有螺蛳粉就好了，我们想吃都买不到耶。然后就是全国都有的中山路啦，台湾省中有191条耶，中正路也有190条，小何的家就在中正路上哦。但是每条路呢都是回家的路。点关注不迷路。